身的长裙，两个颜色，我穿是深蓝色，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白色的。他那边在腰那边，他是做这种抽绳的，然后他那个抽绳你就是拉紧一点，会有那种会有花苞，就是这边会有那种荷叶的感觉，就很像你穿一件那种帽 T， 然后下面是拼接这种小花花的长裙，然后上面连帽设计，它有没有？它这边有点蓬蓬袖的感觉，而且它这个袖子它做的蛮大的，所以你不用担心你手背会很卡很贴，腋下也不会，所以袖口这边就是蓬蓬的，很立体。这样，然后这边很修饰，下摆就很像蛋糕裙，它有这样拼接一层两层，就是到下摆这种 A 字的三摆裙，然后花花的，然后上半身这边是棉的材质，然后偏白色，我觉得会有点小透，可是它就是有一点，我觉得还是有点小厚度，可是白色还是会透的啊。到164，然后穿起来就是有到小腿的长度，而且它这边就是一样是不会贴我的身形，布拉还蛮宽松的，就很像就比较直筒的感觉。还蛮活泼的，蛮俏皮的，春天气息，对。